医学界估计，每100个初生婴儿就有两三个一出世已经患上严重疾病，大部分仲系好罕见。罕见疾病嘅成因可能系遗传，亦都可能系由于基因突变，原因仍然有待研究。香港政府一直冇将一啲发病率低嘅病例界定为罕见疾病，然后制定政策，投放资源做预防、治疗同埋医学上嘅研究。咩嚟噶？咦，咁靓嘅一只裙裙，呢个边个嚟噶？爸爸。心如今年三岁，当佢三个月大，第一次食奶粉，差啲窒息，先至发觉原来佢患咗好罕见嘅疾病。飲完之後咧，先至突然間先至成個人咧腫曬，唞唔到氣，有內腫，所以先至去醫院去咗急症室，先至知道呢個問題咯。當時醫生嘅表現，佢哋都好緊張嘅，因為個見到個幾個月大兩三個月大個 B B 仔點解會咁樣嘅，會腫成咁樣嘅，直情條脷都伸埋出嚟嘅。心如入院幾個月之後，醫生終於確定佢患上嘅係好罕見嘅本酮尿症。會影響智力。醫院話俾我哋聽係第一個案例咁樣咯，變咗佢哋即係暫時都未有即係醫學上或者其他啲醫療上可以即係盡快或者直接去幫個 B B 咯。本酮尿症嘅成因係人體裡面嘅氨基酸入面嘅苯丙氨酸喺代謝成為酪氨酸嘅過程裡面發生問題，導致大量堆積體內，產生咗毒素。影響咗腦部嘅發展。呢啲就看門口嘅咳藥水啊、退燒藥嗰啲嚟嘅。譬如呢支針我嚟做乜嘢㗎？呢一支針咧，係如果心如咧，譬如食錯嘢啊，食錯嘢咧，咁佢會內臟會腫㗎，腫咁會唞唔到氣，咁一定要即刻同佢打呢一支針。一打完呢一支針咧，就連埋呢支針一齊帶上去瑪麗醫院急症室。我哋打边度啊？呢度。哎呀，好叻啊！要生存，心如日后都要长期服食一大堆药物，帮助排除体内嘅毒素。而毒素对心如嘅发育同埋成长会造成几大嘅影响，暂时仲系冇办法估计。你今年几多岁啊？大声啲，三岁，大声啲。佢讲嘢咧比较比正常嗰啲细路仔会比较慢啲，同埋发音唔系咁准，所以有时同佢沟通佢有时表达唔到嘅话咧，佢会发脾气啊。初生婴儿到头嗰三岁之内咧，脑部嗰、那个即系打稳个基础，将来学更多嘅嘢咧，呢个系一个好重要嘅时期嚟嘅。在那個這樣的階段影響呢，就會可以造成長遠、長久是不可以醫回好的一些的損害咯。火焰雪糕你有沒有見過？張碧圖是心如的主診醫生，他說心如是香港醫學界能夠診斷到第一個本酮尿症病例。強調數目少，可能是因為我哋冇一個合理嘅全面嘅系統去將佢哋診斷出嚟，我哋就有機會攞緊一啲錯誤嘅資料咧，嚟即係計劃我哋嗰個服務。好多罕見嘅病到而家都揾唔到成因。心如嘅父母兩個家族三代人過往都冇本酮尿症嘅病徵，冇人估到呢啲咁罕見嘅病。幾時會再出現？細佬，細佬你，心如兩歲，劉太意外懷孕，由於擔心第二胎都有本酮尿症，
佢喺懷孕頭一個月即刻向醫生報告，醫院亦都即時同佢做檢驗，但係一直要等到個胎六個月大先至有結果。有冇搞錯啊？一個月嗰陣時都已經一路係咁做，有乜可能做咗成半年先至個回收先翻嚟？一路個肚係咁大咁大，係咪先？好話唔好聽，七星陣嘢你都出咗世啦，又何況個肚都已經一路係咁大出嚟，同埋佢都已經識踢我啦！哇，真係好難抉擇啦。主診醫生張碧圖話：要知道劉太第二胎係咪同樣患有本酮尿症，必須要有心儀嘅基因做分析。而做基因分析可能需要幾個月，甚至係幾年嘅時間。資源有限，張碧圖話：而家喺決定做唔做測試嘅時候，必須要有取捨。即使遇到嘅係好罕見嘅病例，亦都唔例外。依啲唔係話有一個已經特定嘅資源，我哋隨便去用嘅。依係我哋自己 mobilize 我哋嘅資源。佢今次做咁多嘢，我哋一個先都冇收過佢嘅。是我有些 research 的钱拿来用的。结果验出心如的弟弟幼幼也都有本酮尿症。弟弟呢就没有他这样的情形了，因为他一出世已经是 pending 给定那些药给他吃，所以他呢就正常弟弟这样的了。他就不会好像家姐这样，即是有那些协调问题啊，大肌肉那些问题。既然那天是都要安排这两个弟弟给我。我會接受咯。香港本身即係個醫療嗰個發展咧，就我個人嚟見到咧，就比較喺一啲嘅前瞻性嘅角度咧，係比較即係唔成熟。咁所以喺一個罕有病症呢一類界定同埋嗰個處理嘅環節咧，我哋根本就係冇。特別有太多的討論，自己用啲繩嚟到拍住佢，咁咪可以拉到咯。如果唔係嗰陣時好難啦，淨係拉嚟拉去都拉唔到出嚟。曹爾華以前係一間財展學校嘅校長，爸爸同哥哥都患上小腦萎縮症，12年前。以華亦都驗出有呢一個病，當時仲未知道呢一個係遺傳病。初時係唔知㗎，只係覺得係有唔妥嘅咋，但唔知係咩事㗎。嗰時嘅醫生咧，亦都冇話俾你聽係呢個病，就係話唔知咩事啊，總之冇得醫㗎啦咁樣。咁到我家姐再發病嘅時候咧，就會依啲咁似嘅啲病徵，咁就會聯想到同遺傳有關咯。小腦萎縮症病人嘅小腦、腦幹同脊髓會出現退化性萎縮，令到腦部逐漸衰退，患者嘅活動能力亦都會日漸減弱。曹爾華有六兄弟姊妹，其中四個已經病發，另外兩個妹妹。一直好擔心自己會遺傳到呢一個病。家姐去覆診嘅時候咧，就問過醫生，其實有冇得預先檢查嘅咧？即係未發病嘅家人咧，其實係可唔可以知道有冇呢個致病嘅基因嘅咧？因為同基因有關，同遺傳有關。咁醫生嘅答覆咧就話冇嘅，即係香港冇得驗嘅。嘗試喺一啲醫學嘅網頁上邊咧留過言嘅。即係去查詢，但係個結果咧都係石沉大海。直至到咧有一次咧無意中咧就睇到台灣嘅網頁，就話咦原來台灣咧就開始研究呢一種病。我覺得有人研究就係好嘅，就踏出第一步。結果，以文透過台灣嘅民間組織罕見疾病基金會認識咗一位遺傳學醫生，半年前仲幫以文全家做咗基因測試。測試結果仲未有，另一個妹妹以雙唔單止擔心自己，仲好憂慮個女同埋個孫會無可避免遺傳到小腦萎縮症。呢個係一個家族遺傳，佢係幾何級數咁樣去發展。咁係咪要等呢個少數變為多數，佢哋先去處理呢？
预防罕见疾病有赖基因测试的设施和人才的配合。香港大学的基因研究中心参加了国际人类基因组研究计划，去年引进最先进的基因测检仪器。这个耗资6000万港元的技术平台本来可以很快速地测试基因，而预防遗传疾病最重要的是做基因测试。可惜这些仪器目前只是用在学术研究上。现在有很多高科技的平台之外还要有人的资源，一日我们没有在这方面落到某些功夫，一路我们都不会有些人的经验的积累可以即刻有的。一日不建立机制界定哪些是罕见疾病，再分配适当资源协助，罕见病患者和家人在诊断、治疗到后期护理都唯有独自面对。我们叫他们做全叔和全婶，在过去十几年他们经历了一生中最艰难无助的岁月。全叔十几年前患上一种罕见疾病，亨丁顿舞蹈症，属于脑神经病变的疾病。患者的脑神经细胞会逐渐退化，四肢和肌肉会不自主地动动，甚至逐渐丧失判断力、智力以至表达能力。认知的退化若果是跟这个身体运动方面的退化来讲是不同步呢，那就这个问题产生比较多一点。主诊医生梁志明说，这种这么罕见而又足以摧毁一个人的疾病暂时没有药可以根治，而这类病人最需要的是適當的醫療護理，可惜大部分病人都未必得到這些基本的照顧。沒有住醫院的時候，醫生說不可以給那些近到他的東西，可能他近到他就很容易窒息會死，我們就煲一些流質的東西吃，餵他吃，又跟他洗澡，根本我不會就是照顧他的。就算我落街買東西快快脆脆落去你買完東西就回來，怕他呢，因為他走的下路是不是 很穩，怕他跌了跌了都沒有人知道。全叔最後因為發燒再度入院，三日之後就過了身。梁志明说，见过其他病人因为得不到适当的照顾而死亡。有些在医院即去世，有些就是急性去世，急性即是啃亲。那么老实讲，在家里啃亲或者是家里过世的，某一定的程度上都不是太应该的。如果能够有适当一点的这个治疗，比较适当一点的康复的医院啊、疗养院照顾啊，咁我覺得比較理想，即係講得俗啲，唔使屋企呢個啃死。梁志明喺過去20年嚟接觸過亨丁頓舞蹈症病人只係十幾個，數目雖然少，但係佢好了解呢類病人嘅需要。呢個病人嚟講，除咗罕有之外，就係佢有佢嘅特性，譬如遺傳因素啊，佢。好慢性一路慢慢差，对那个你家人啊或者病者啊照顾者和病者都构成巨大的压力。咁就在这几方面都好，我觉得他们需要有即是相对来讲适当的资源分配。不因为他们少，所以就疏忽他们。我仔其實佢依家6岁到咧，就佢係有腺粒體病，咁佢智力誒爭少少啦，未識行路啦，要拖住咁啦。我自己都唔好肯定到底香港其實應該點樣搞。
在香港，很多罕见病病童的家长都觉得缺乏支援，感到无助。一班家长正在密锣紧鼓组织起来争取资源，还邀请了台湾有经验的民间组织代表提供意见，就希望在学界造成一种论述，能够来帮助政府的决策，能够来影响政府的决策。台湾的罕见疾病基金会创办人陈李恩说，要支援病患者不能够只是靠政府。台湾的罕见疾病基金会1996年成立，帮助各种罕见病的病患者组织起来，开始只是做筹款，及后逐渐形成一股巨大的民间力量，推动政府回应患者的诉求。陈丽英的仔吴炳宪4岁就开始患上罕见的高血压症，影响他成长期间的智力发展。那时候的反应就是不敢相信，而且也不承认，怎么会是我的孩子？我大概有1年半的时间没有办法睡。吴炳宪现在已经20岁，准备考大学。陈丽恩为了医个仔的病，曾经带个仔去美国求医，结果欠落医院一大笔债。呢10几年嚟，陈丽恩用尽毕生的积蓄。个病的类型太罕见，药商未必愿意生产或者引进有关药物，即使有，这些药都会卖得很贵，医学界都叫这些药做孤儿药。政府不支援，一般家庭都很难长期负担。4年前，台湾开始实施罕见疾病防治及药物法，目前一共有超过120种罕见疾病受法例保障，病人吃的药有政府支援。台湾的罕病法立法当时背后有一个立法的一个必要性跟正当性，是建立在于如果今天罕病你没有做预防，那么它不断的复制产生出来的社会成本，其实比你今天投入预算去做罕病法的执行那是高出太多的。台湾在罕见疾病上的工作起步的时间仲是短，不足10年。目前法例规定所有新生婴儿都要强制做筛检，不过只是集中在先天性代谢异常的疾病。台湾3年前开始引入这个仪器，在医院为新生婴儿进行多种氨基酸及脂肪酸代谢异常疾病的检查，过程只需要2分钟。虽然罕见疾病个别的病例都非常非常的少，但它病类繁多，所以每年理论上在这个整个地球上面的人类的新生代大约都有2%到3%是会带着重大的疾病来诞生到人间，这里面有绝大多数都属于我们所谓的通称的罕见疾病。林佩元说，台湾当局4年前已经开始界定哪些病是属于罕见疾病，还立法保障病患者，更重要的是令医学界以至社会重视这些鲜为人知的罕见疾病，为日后的诊断、治疗以至医学研究做好准备。抓住哦，尽量自己用力，好，这样子好了，来用力，哎，肩膀抬起来吧。我们一开始设计这个全民健康保险，还有这个医疗政策的时候啊，希望借助大部分的人集体的力量来保障少数弱势民人民的权利啊，
所以这个部分呢，就会为什么要去立一个法来保护这些罕见疾病患者？香港是不是有需要建立这个机制呢？铿锵集就这个问题要求卫生福利及食物局回应，但他们口头回复说在这个问题上没有话说，亦都不会接受我们的访问。目前已知的罕见疾病当中，有机会是因为基因突变，但是亦都有很大机会世代相传，政府不重视令人忧虑。全叔虽然过了身，但就将个脑捐了给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做研究。全婶说这样做希望可以帮到其他病人。医生而是有心无力，根本你就没有这样的资源给啲医生。我希望呢就是给医生研究的药物出来可以控制到这种病。一个社会的医疗体系是不是照顾到弱势社群，实际上亦都是考验这个社会怎样衡量生命的价值。